大家再跑两圈就可以休息了啊。好。哎，你没按表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心神不宁的。没事。呆萌，你在干嘛？快点跑。你不觉得戴某最近怪怪的吗？嗯。你也怪怪的。有吗？哎，大家过来一下，你们的包裹和信到了。哎，好嘞。Grant， 哎，你的。谢谢程姐。九七，来。谢谢程姐。万，你们的。谢谢程姐。还有你的，我也有，是我女儿小爱让你带给童年的。干嘛让我带给她？不给你给谁啊？大家休息一下，回去吃饭吧。好好好，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不许偷看啊。韩商言，我请小爱帮忙找了一些可以鼓励你的照片。虽然我们分开了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越来越快乐。他从哪儿找到我这么多照片？不是说喜欢我吗？怎么连我单身且对女人没兴趣都不知道？Demo 好像心情不太好，我们怎么劝都没用，要不他
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老大，那我们出去了啊，不打扰你。老大，先不要开灯。哭什么？你都来了还哭什么呀？多没情绪了。说说看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我爸妈离婚了，他们谁都不要了。你都多大人了，他们离不离婚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不一样，心理依赖，懂不懂？哎呦喂，牛了啊！哭一鼻子就想跟我顶嘴了。反正天黑也看不见你的脸，也没那么害怕。老大，你心情又不好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心情不好就开始吃糖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。有那么好吃吗？也不怕得糖尿病啊。糖尿病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，会引发许多的并发症，一般轻微的会引发视力模糊、头痛、伤口愈合缓慢及皮肤很痒，严重一点的则会导致心血管疾病、中风、慢性肾脏病以及视网膜病变的。你可得注意啊！有完没完？本来我心情也不好，看你在哭，安慰一下你，跟你说说话，还没大没小了是吧？我这不是想关心你吗？再说了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骂我，关我就算了。我母亲去世的早。生我没多久就走了。我父亲呢，因为生病没多久也离开了人世。我从小就是被我后妈带大的，这么一比较有没有好受一点？问你呢，有没有好受一点啊？看什么呢？给我也吃一个呗。你不说赤糖的糖尿病吗？我看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颗糖，心情就会好一些。我也想试试。我想吃大嫂爱吃的那个绿色的。想得美。不准再哭了。真不给啊，随便什么颜色也行啊。小气鬼。这两天有时间，我会把孩子们的宣传照都拍了，有单人的、集体的，宣传用。嗯。啊，还有，主办方要我们 SP 拍一组宣传对抗照。无聊。拍不拍？随你。
我就知道你会拒绝。不过向总应该会直接找你，就这些事儿没了。苏城，嗯，这两天呢，你发挥一下母爱，多和戴某聊聊天。他怎么了？他父母离婚都不要他，小孩子嘛，犯矫情，也影响了比赛。好。韩商爷，跟我来。